推出的一个Only Plus 嘛，啊，那从大的65寸，啊，到55寸、50寸、46寸、42寸，阵容非常齐全，尤其是65寸的，它整个一片玻璃的一个造型，无边框的一个设计，以及它超薄的一个造型，让整体的一个设计感，还有搭配室内的一个装潢，能显示出家庭娱乐的一个美感。它采用的这个 Neo Plasma 的这个面板，哦，那它的面板是一个 Infinity Pro 对比的一个面板，那它的对比高达到500万以上比例。另外，它一个600赫兹的一个路途长的一个影像，好，哦，让动态的一个清晰度更高，哦，那可以真正达到1080条的一个动态解析度。广色域的部分，哦，那它有一个110帕数位讯号色域的表现，让它的这个整个色彩表现出更丰富的颜色。跟网络结合的应用，让我们的商品跟家庭网络的一个结合，甚至跟外部网络的一个结合，让我们可以享受更多元化、更丰富的影音的服务。Vera Connect 它是一个在地的伺服器，那我们有中文化的一个界面，操作简便，中文输入非常轻便。另外，我们有在地的一个合作业者，像中华电信、公视，还有兆赫、大台湾旅游网，可以欣赏到更多的这个影音的服务。在 Eco 省电节能一个设计，待机时零电力的消耗，以及无讯号自动关机，还有透过一个环境 AI 的一个 sensor 的控制，随着室内的明暗度自动调整我们的这个画面的一个亮度，哦，那真正的达到一个省电节能的一个效果。Plasma 的一个自发光的一个功能，那可以让颜色表现更自然，动态无残影，看久了也不会伤眼睛。以上的这些功能特色，整个机种阵容的一个扩大，还有搭配我们整体的广告的一个宣传，希望能把我们的更好的产品介绍给顾客使用。